到这里呢都阴暗了。哦，我们现在呢进来还可以看得美美的夕阳。我们就可以看一下，真的这个夕阳还算很漂亮，很亮，对不对？好美哈、哦！这里它有这个行人步道，所以早上呢，如果真的起得很早，也是可以出来走走步道啊、哦。整个日月潭的这个面积呢，比杭州西湖还要大，所以杭州客人呢来到我们日月潭呢，我在那边跟他说我们的。绝对比西湖大，来，大哥，来，我们 Google 一下，你看，你就跟西湖的那边的民众一样哦，他们就说，哪有可能，我们西湖那么大，来，大家去搜寻一下，真的，来，大家搜寻一下哦，我们日月潭真的比西湖大。西湖真的它只是在市区里面绕，所以你觉得左边右边全部都是，你可以说云平有没有人有来这里住过？云平已经在很久了哦，不止哦，